Welcome back to EmRatThich channel,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 The video has the subtitle. Please turn on caption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Hi, how are you today? I'm EmRatThich. Welcome back to PingSunday. I hope you a very nice Christmas 2023 to 2024. This is the 2023 Table Tennis Super League. The match is played today, the 24th of December, 杨景坤呢，开局一看准备的就很充分，薛海东这个时候他首先破局，哎，他要把这个节奏呢先变化一下，这可以稍微打长一点，那可能更有利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一种调动了。 杨景坤呢，球要盯紧，同时呢，也要想好应对的这种策略，特别是加转皮杆范围为底线的球，那第一板如何起？ 那这个球，徐海东呢，他摆的就非常小心。 主要是不太想给梁靖昆反手位直接抢攻的机会，尽量限制梁靖昆呢他主动抢，所以梁靖昆呢要做好这种多拍准备的回合，因为今天徐海东双打，包括现在打单打的比赛都做得很充分，所以要从落点上啊，要从主动性上啊，都要做一些调整。 杨靖昆他拧拉的这个落点就很有针对性，落点呢比较开，反手位斜线。继续比赛。
坤呢，看看他会不会多给薛海东的正手位一些机会。因为正常除了拧反手一条斜线的目前比较成功之外，特别是在面对薛海东的这种摆短再去回摆，一旦冒了以后，薛海东呢他跟的也比较快，他抢攻也是很凶，所以后面还需要再做调整。这个就战术意图过于明显，投长球失误，10-9。这个球因为失误之后会可能会影响掉徐海东的这种心态，所以这个时候翟超指导这边也是果断的请求了暂停。高抛，关键球梁俊坤把握住。梁俊坤呢还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发平呢还是回摆薛海东的正手短。12-10。高手发球下网。这就是徐海东呢，他反手为半台反手的这种杀伤力。梁靖昆这个逆旋转发的质量很高。中间长，然后这个球主要是徐海东呢在反手也侧开了，完全打到自己的节奏上，所以才是一个比较有利于他的一个战术。至少现在对梁靖昆来讲，逆旋转或者逆下给割到这个正手短上，薛海东现在他搓球包括劈长呢还是
非常坚定，而且呢自己的第三板呢现在起球不是特别舒服，徐亚东的一个失误。梁俊坤呢他现在还是要继续的去调整。徐海东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去完成抢攻，梁俊坤的反手呢并了一板中间，破坏了徐海东的连续包括重心。贴一板的粉了这个跟板，就这几个球对于梁俊坤来说是一个绝对的士气球，上一板直接抢攻去冲那种反手，被防了一板中间。那这几板球都是徐海东呢在抢攻，而梁俊坤第一板他是在防守，所以这是两个士气球。梁俊坤也没把握住机会，这个时候徐海东呢他不再呢去劈长，而选择了割一个短球，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这种调整，而梁俊坤呢上步也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坤这个球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杀板机会，然后他回轻的落点也比较短，雪东呢退出去了，所以这个球他不太好把握了。这总体来讲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梁俊坤，反了，但每一板的衔接都非常的严密，包括刚才呢又重新的回摆到这种徐海东的反手为底线，然后再去劈长一个反手位的直线，有一个正手位的短球，又打回了这条线，打回了这个节奏，比直接的劈长的反手为底线要好很多。6-10。战术没问题，回头杀板。哎，割正手短也没有问题，但是徐海东这个球呢是选择直接挑。击上，削一板机会球。但是梁俊坤他们这边呢也是要算着徐海东的战术来打，
看来就是要搏一下了，落点很好，但是还不够大的。 梁宁坤盯住了，前面第一局就这样的球，这又是一分的解题。梁宁坤的失误，台内短球包括正手位的扳住台都盯住了，然后自己主动下底，完全的去控制这场比赛，这一局的比赛。 徐海东呢，主动的去搓梁宁坤的正手位的扳手台，确实是个好球。但是梁宁坤呢，兜起来之后呢，他也会尽量的不让徐海东呢再反形成反手的这种主动抢攻。现在主动下底，梁宁坤这边呢底线的这种抢攻，给他这种压力也非常大。 回摆过多呢，梁宁坤会主动的抢，再加上梁宁坤的这种转发球，现在也在破坏着徐海东的这种回摆的质量。他要为自己的反手去创造一些抢攻机会。 下旋要给一个扳住台，只要是这个球，梁宁坤呢拉小高调，那地板球徐海东他不太好形成这种主动上手的机会，旋转限制了自己的出球的质量速度。 连续的回摆，这球并没有打乱梁宁坤的这种节奏啊！连续的回摆，少了一点这个落点变化。 反手台，梁宁坤刚刚把修球处理得很巧妙，就是不给徐海东反手主动抢的机会，连进网的台内的机会都没有了。11-6，梁宁坤3-0。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